翻到嚟打 Arena， 咁今日都做咗幾多任務係星期？試下星期啦。我諗我喺入邊都唔係玩咗，我應該未玩過正期，喺競技場。睇下有啲咩可以抽到。勇者祝福，波多手快完啦。誒，你祝福啦呢個。奉獻八十解牌，或者聖光之取。咁機會我喺度等，但係睇下冇真人嘅時間。工程師魔古山十四分，但工程師先攞到啲細牌先，升緊十可以用嘅一個。嗯，呢三張真係好，都好。食尸鬼信近光明牺牲，嗯，繁荣啦，最后祝福啦，你可以再繁繁少少，嗯，另外物种兵都 OK 嘅。有張食飯定係唔食啦，黃皮粥粥你係需要嗰個少少飯，嗯，有一張銀係我聽。要先去查你摸古山，还没去查。而家打十七张入边都有少少，但攻击力嘅牌八十牌比较少，嗯，变咗变难。嗯，第三只。忏悔，保护圣洁好似一张唔需要咁多，仲要知点啦？血骑士虽然几好，但系冇咁多，两边两只，啲小朋友。廿二张，你时候拣多啲怪牌啊！咁多大牌咧，最多好。你走哪去 ？OK 嘅。但如果我手嘅我石拳巨魔都可以接受，要张大牌，如果发梦佢，最后张，捞。睇下中間會唔會有好嘅配搭，有武器有兩張神劍都 OK 嘅，有棒，有著位車，最後試下用聖盾符去解多啲嘅名牌。
开公司可以有多少钱？五色对上雷克萨，狩猎开始了。我会以荣耀作战。我是非常来的，但是也不需要非常来的啦。咁當然啦，第一張大家應該冇咩嘢可以做，佢都冇。咁馬流啦，諗住先，咁就等佢呢張冇派出。但武器比較少咧，血飯咯，你回答就唔係咁明顯噶啦。因為我而家手上有兩個王者復活，但係因為喺可能解牌之前，我要用。兩個做法啦，一係就揀王者復活打死佢，因為三 cost。因为我从没死。如果你确定的话，那当然会选择打我。我下个针就要吹先吹啦。最高佢可以用咩呢？用这个吗？我想想，想要炸些东西吗？真好烦哦！先打，先去射一个。当然了，想飞往的时候，还有一口气在。那我就给他要什么飞鱼了。哦，如果你确定的话。完工了。我有一把很大的枪。对，这个肯定好。好像一个圣君神，呢个神可以出，就系出。这是我的责任。跟住可以召唤或者用圣君术去解咗佢嘅。仲有好多事情要做。系啦。廿二血。我要真理是我的盾牌。没办法。方法再改就改了。那不是有效的目标。我也在那个阵里了吗？那怎么改了？因为打不到他的时候呢，我要我想想，我感觉这是我家人的钱，那不是有效的吗？我要用剑吹掉我的盾牌。我这是我干的责任。反正他们也很自然。完工了。我们可以用 multiple shot， 咁我就冇一只手位，咪冇一只，你想啦。咁有啲麻烦。
从蓝包开始 skip 住啦，而家咧系就 check house， 后边仲未有复活牌，暂时都未有。哦，点射击？咁冇办法啦，就系车打到佢啊！我有愤怒之锤啊，可以用嘅。但要少咗个放嘢嘅机会。谂下先，如果用忍者，然后再出去一趟。嗯，我哋要去。真理是我的盾。我要去。应该咁样会好处啲。如果打之后冇法再拣一拣嘅。因为头先有两队嘅时候，佢冇用 multiple shot， 即系话佢而家手牌入边应该冇。如果唔系，应该冇呢个险去射。唔致命射击去射我一只。嗯。啊你同一冲锋，嗯，可以射击。打我低人，我冇嘢啦。打叉的地方就对了。跟住可以选择打一下，正义会获胜。我召唤系得，我哋用控制系得，我落班。为了正义，我分呢部先做。完工了，前来报道。射击我，基本上可以斩断喺你嗰边。红线一刻好似唔系咪出咗好蚀嘅？红线可以打都得。进攻！然后呢个出去啦，跟住抽一张牌。死吧，路上的家伙！正义会获胜。完工了，用咗六血，咁基本上如果佢清唔到我手上面所有嘅牌，佢都系白噶啦。是力量的化身。啊！插衣插衣 ，Death Wing， 咁我尽量会。安瓦利亚将属于我们。你看什么看？尽量去下一个牌，希望佢打唔到我魔血三啦。要打净系打得死，系魔血三咁。咁好啦，咁佢只可以打我呢只牌啦。打得漂亮，我认输。这边系。几恐怖啊！呢只嘢真系，佢嚟讲任务又成功咗一啲啦，咩成啊？对上瓦利拉，你要小心。